我只能靠相机记录每一天，提醒我每天发生的事情。Lady, I don't care. Tell me, who sent you here? 什么谁啊？我只是想知道我哥失踪的下落。Who the hell is your brother? 童博瑞。Take her. 喂喂，救命！喂，救命！喂，啊！救命！救命！现在安全了，小姐。哎，等一等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们认识。我们当然认识。难道我被发现了？ Shit, X50。One of them. 先生，你冷静点，千万不要冲动。Don't patronize me. EO sent you. 不，不是，我不是 EO 的人，我只是想。啊！你不许走！我跟了他一年多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……你谁啊？什么一年多？代号。什么代不代号的，反正你不能带他走。喂，你不能走。喂喂喂，两年前你因为救我受伤落水，我拼命的喊你，你却没有反应，最后你沉入水底就不见了。